密吸引后首曝光，有听阿布微微。最近在小朋友界正流行一种超红的宝可梦游戏机台，勾仔妹装一下年轻，来到内湖美丽华儿童区，看到一个气场与他人不同的小孩。狗仔妹绕到外面看了个仔细，哦，原来是林志颖的长子 Kimi 有乖乖排队玩电动呢。阿布陈若仪则坐在一边滑手机。你有完成任务吗？有。Kimi 四岁时和阿爸林志颖参加湖南卫视《爸爸去哪儿》，成为两岸最红童星。大爸要让 Kimi 回归正常生活，宣布儿子喜颖。如今再见 Kimi 已七岁，长高不少，正在换牙，超可爱的脸蛋更帅气了。虽然隔着马赛克。至于狗仔妹观察，阿布陈若仪素颜，还帮 Kimi 跟其他小孩父母拜托换游戏卡片，人生胜利组私下超客气。Kimi 则是很乖的答应妈妈玩最后一次。惹动新闻，请问裤子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报道。